亲密爱人一起到各地游玩旅行，留下美好回忆。爱情长跑八年，决定一起走向人生另个旅程。会选择男子呢，是因为他的风格上面比较俏皮，也比较缤纷。那一天登记人也很多，然后背板也拍照很踊跃，这样。特地南下高雄登记结婚，为的就是这美美的结婚背板。而专程跑一趟的不止他们，登记那个结婚的背板，然后我觉得非常可爱。刚好双十连假，然后也一起去登记，然后顺便就是小旅游这样。在背板前这样拍那样拍，不论怎么拍都很美丽。不论有没有要结婚，都可以来拍照打卡。联城户政事务所化身成爱之城大戏院。高雄市全市有20处户政事务所推出青年设计师改造结婚背板，呈现各区特色浪漫。例如以羊肉闻名的冈山推冈山爱情羊肉炉，旗山加入水果冰品元素，来个旗山旗香冰果室。八月开放背板以来，九月吸引超过千对新人登记，人数飙升近三倍。九月的数字平均比这个前一个月八月成长了将近三倍，那其中像旗津还成长了将近13倍，美浓也有成长6倍这样一个数字。不同主题背板深受新人喜爱，也成功催出结婚率，让一对对情侣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而新闻林婉陈信人高雄报道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